在技术领域来说，您认为就是未来可能和台湾同胞有哪些合作和前景？你看我们的产品涉及民用，涉及汽车的都也是属于一个民用领域，而这些产品的应用领域是非常广泛的。只要涉及到这些产品应用领域的，我们有这个企业都可以合作。这个台湾作为我们祖国的一部分，所以我们一直也希望的去能够实现合作，这也是我们作为这个企业应该要尽的一部分责任嘛。我们这个作为这个国家来讲，我们也是国家的一份子。